要紧，没身份证一样挂。来，你好，就过来。啊，不回。那奶厂厨房早干的嘛，然后他一出来一看，这原满地上都是，他又看到咱这吃了。吃一个小时了。嗯，他奶说的一个多小时了。你给他洗胃哈。他就算没吃的话，也得按吃了处理。啊。他不，你看他就是晕乎的。